一齊嚟睇下啦。有喉聲嘅。我是个喜欢运动的人，人都很多人看到都说我不是那种，不是那种型哦，是很斯文那种哦。然后我就喜欢做一些啊很粗鲁的感觉，那些动作。只是我说人家能做到，为什么我不能做到？人家也是凡人嘛，我也是凡人啊。哇！呢、這個蜕變咧真係好突出咯，好成功。亦係嗱，因為你嗰個爆炸頭咧，同埋嗰個短裙，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著得到。嗯、我覺得你可以，即係可以 carry 到呢個嘢咧，真係了不起。是不是第一次這樣的裝扮？是我第一次這樣的裝扮，因為開始這樣的裝扮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的，只知道自己的頭髮是很卷很卷那種。在前面的所有朋友前面，人家都说比一个很美很美这样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的头发是这样。